早上6:30，越南人的一天要从一杯咖啡开始，配上一片法棍面包，就是当地百姓们早餐的标配。在越南，咖啡店随处可见，即便到了夜晚，也热度不减。咖啡除了融入越南人的生活之外呢，也成为了越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尝了不少，感觉还不错。I love it very much. That's why I bought some coffee and also the.